哎，所以我们体其无声，了即无数。我们呢，哦，万年都放下，一念不生的时候啊，哎，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，哎，就呈现。然后我们就哦，认取这一个哦，我们本来面目，我们认取这一个本来面目，把它培养，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啊，它会有般若妙智慧。哦，是从佛性本体啊生发的般若妙智慧，啊，有般若妙智慧啊，我们来应凡尘的哦，万事万物、啊、都不会造业，所以那个是最理想，哦，所以那个是啊提取无声，这样各位会不会去提取无声啊？会不会？哦。就是要自己努力啦、啊哦、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，我们要呢、哦、去吸取、哦、去取那个、哦、本体，那我们本体、啊 一进入了，它是无生，没有生就没有灭，没有生灭、哦、那个性数啊无常啊，就离我远去了，这样知道吗？